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的崔冬梅，在新加坡艺术协会举办的2023世界古筝大赛中荣获中老年组金奖。我是42岁，从零开始在美国开始学筝，启蒙老师是常晓征老师，后来又荣幸得到邹流沙老师的悉心指导。在此诚心感谢新加坡艺术协会建立的这个比赛平台，给了我一次学习展示的机会，从中获得了许多珍贵的体验和锻炼，还要感谢帮助过我的老师们，还有我身边喜欢古筝的朋友们。因为我身边喜欢古筝的朋友，所以使我在这条路上坚持下来。尤其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邹流沙老师多年的陪伴和鼓励，是因为邹老师的鼓励，我参加了这次比赛。通过这次比赛，我也意识到自己许多的不足，在古筝这条路上还要继续努力。最后，祝愿我们的中华传统筝乐这千年之天籁之音唱响世界，谢谢。我是崔冬梅，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。今天是2023年6月28日。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《汨罗江上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